是勇敢面对错误吧，勇敢面对最瘦的时候是28。老婆花花尺度后首现身，阿庆预告想医美遮部位。两位来换我这台这边。阿庆9号出席歌唱大赛活动，带着3月10日吃大妈招待的老婆花花一起现身。日前受访谈 FIR 合约纠纷，结果网友歪楼。会像老婆花花一样体验一些医美的。你是嫌我老了吗？因为花花她那时候是鼻中隔，她是弯曲，所以她去鼻子，她等于是重建。那如果我自己要做的话，我有想过，我蛮想做发际线，就是植发。你点什么头？而阿庆老婆花花3月10日染毒招待，她同时患有忧郁症、厌食症，这也是事发后她首复出担任老公活动的主持人。之前最瘦的时候是28，现在33，然后努力开始去健身运动，瘦。他就喜欢这个话题，是来取悦。如果有人都不会犯错，就会觉得说，这个人就会想着要什么都想过啊。但是自己有小孩要顾，然后有家庭要照顾，也不能很自私的一了百了。就是很难过，也很痛苦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勇敢面对错误吧。勇敢面对，然后自己的错就自己承担，不要造成别人伤害。